也放弃了，就想学啊，因为想耍帅，因为我看到希望配乐弹吉他，我想当辣台妹，因为郑成好跟王鼎庄，想学现在叫从国中讲起，高中的时候不想要孤单跑社团，所以我同学参加吉他社，我就跟着去参加吉他社，但是我妈觉得我没有才艺啦，所以我就选了乐器，等一下为什么轻松学，轻松学就弹着很有趣，就是一直弹，因为吉他很帅，然后可以把妹，可以把妹，可以把妹，弹吉他很帅。有学姐叫我来考，就有配的民谣团，我想要追随她的脚步，我觉得这边人都很有气质，可是我好像错了，因为想耍帅，继续练吉他，继续弹吉他。那时候觉得民谣团很酷，所以现在还是很酷。我们想交朋友。第一次是系上的学长林玉恒，他就叫我考考看。那第二次考的是校门大吉杯。听说。刚团的人都很帅。这答案跟第一个是一样的。你会想要把妹吗？啊？你会想要把妹？都有啊，都有啊，都有啊。一群一样喜欢音乐的人一起练团，觉得是一个很酷的地方。累爆了，忙爆了。群组好多，可以唱那个自己想 cover 的歌，就很开心。赞。好玩。很累，但很爽。对。好玩。微累，微累，我觉得很累，可是很开心。对，轻松。练于制作人，轻松。再花一两个小时就放弃了，轻松过。累。一听棒不棒？一听。大家辛苦了。六月九号这天，我们就勇敢的唱出来，好不好？大家加油 ！Rock！ 大家真的辛苦了，我也辛苦了。拜拜。保持 peace and love， 大家都很棒。这要思考一下，我觉得我满满的话想对大家说。我班大家明明就很有实力，唱歌又很好听，不知道以前在蓝山什么都不做歌，让零八感觉很堕落。大家都很棒，我觉得大家都很棒。我爱你们。对啊，那种怎么拿来练唱歌？就谢谢，辛苦了。社团里面的最后一次的表演，所以我希望我们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，大家轻松就好了。你们超棒的，那个超乎我想象。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太阳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场演出不是一个平凡演出，我觉得这是所有民谣团在这大学四年的心血和经历，一些回忆都在这场演出呈现出来，所以它其实是蛮难能可贵，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。这样有我爸妈耶，我想一下哦，阿里嘎多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大家来看我的表演，很动人，你们表演得很好。重录，谢谢大家来看零八的毕业，谢谢，龙生好飘飘，啊，毕业快乐，谢谢大家来看我表演，我谢谢你们来看，不一定是看我，就是来看我们吉他社表演的每一个人，那当然看我的，我特别谢谢，太累的时候就放轻松，谢谢你们来看我们。用心良苦准备的毕业演出。